就想让你暖和暖和。记住，这个多半是人为，而且这哥们儿懂音乐。行了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哎，曹操，明天我给你们做酱香煎鳕鱼，好不好？你不说话就当答应了啊？你听见了没有？曹操，知道吗？工地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工人们全跑了。你不喊怎么知道呢？不是大爷还在呢吗？大爷！大爷！你别让我一个人喊，你帮我喊呀！大爷，我们是三连的。有用吗？只能等到明天白天，被人发现再说了。那怎么办？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，小轩一个人在家呢。不是光浩看着吗？不有他爸呢吗？那我也不能在这待一晚上啊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特种兵吗？你想办法。那行，你在这别动，我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我靠，你别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。你只能在这儿等了，对不对？安静一点，别嚷嚷。你嚷嚷什么呀？林总，哎，那个曹操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这电话也打不通。他是不是还在加班呢？啊？他去北澳工地了，早就应该回家了呀。哦，那要不你把那个工地的地址发给我，我去看一眼吧。那这样吧。我先给他们公司的人打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在宽浩那儿住的还习惯吗？你跟焦小瑞还习惯吗？还行。会跟他结婚吗？会吧。你爱他吗？爱不爱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那么回事儿，谁跟谁都一辈子。像我们都有过上一次婚姻，上一次婚姻
刚开始的时候不也觉得是找着爱的人了吗？后来呢？结果呢？是有时候爱的是一个人，结婚的又是另一个人，其实爱不爱真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在一起过日子。我妈说过，与其找一个你爱的，找一个爱你的。刚开始这话不愿意听，可现在想想，说的有道理。你怎么了？疼。烧呢？喝这么多酒，没喝够，别扶我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别，走走，赶紧。哎呀，哎呀，脚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啊。以前参加这种活动全都是我跟龚剑一块儿，我从来没有给他给北瑶丢过一次脸，但现在呢他躲着我。是是是，我别喝这么久，喝多了你就在这。哎，电话响。不想接。接宝贝有事呢。喂，喂，乔助理啊，今天我们派去工地的人是邓草草，可是到现在了他还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吧，他电话也打不通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好，你等一下啊，我马上联系，一会儿给你回复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邓草草跟龚总去了工地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我得去工地看看。哎呀。别了别了，我送你去吧，你喝酒了，我送你去，我送你去。还冷吗？不用了。你这么一抱，
您打听一下，这是北奥集团的工地吗？是啊。您白天有没有看见一女的，差不多1.68米，长头发，扎一马尾辫，挎一包，有没有来这儿啊？有。What's up?